宇宙少女鲁达近日在拍摄中不小心露出房内柜子后面的男偶像海报，让网友粉丝都议论纷纷，一直在猜那到底是谁。由于画质模糊又只有一个角落，很多人认为看起来十分像江丹尼尔，还引发了江丹尼尔鲁达恋爱说，造成了粉丝们之间的混乱。有粉丝表示很像是江丹尼尔2019年代言纪梵希的海报，可能是消费就送的赠品。然而才隔了一天不到，就有粉丝发现海报不是江丹尼尔，而是 Golden Child 的朴敏。公司也在之后将海报部分的画面给打码，希望能平息粉丝间的猜测。网友们则是觉得女偶像也可以追星啊，而且朴敏真的很帅，美女鲁达好眼光，只是贴张海报真的不必大惊小怪。